回家吃饭的厨房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。新疆的羊肉串呀，可惜音乐也讲究火候，美食也讲究艺术加工。看看，哇，来了这么大的炉子！音乐厨房是歌手们热爱生活的欢聚方式。音乐都串到肉里去了，外焦里嫩，有音乐的感觉，哎呀，更好吃了。歌唱家和学生们的厨房音乐会，有美食，更有音乐。呀呀可惜呀，什么呀可惜呀，新疆的羊肉串呀可惜。呀可呀可惜，什么呀可惜，新鲜的牛蒡呀可惜。呀可呀可惜，什么呀可惜呀，新疆的奶茶呀可惜。呀可呀可惜，什么呀可惜呀，回家吃饭呀可惜。呀可惜，哎呀，您好，来来来来，咱到前面来哈。哎呀，这个把王老师都请来了哈，太高兴了。首先呢，咱们先做个自我介绍，跟全国的朋友先打个招呼。我是青年男高音，王光运。掌声是你钟声敲醒未来，春风如花，百花盛开。这个是您的学生吗？这是袁庆元。哦，这是演我在新疆艺术学院带的本科生。我应该算是王老师带的时间最长的学生了。旁边的那个介绍一下，刘嘉欣，是我在新疆工作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好苗子。哎呦，嘉欣应该是地道的新疆人。哎，对，我是新疆土生土长的。我在现场准备了好多好吃的哈，我把新疆的我能够带过来的，我基本上都拿过来了。我就希望能够你呀，还有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看到我们新疆的这些好吃的。众多这个新疆美食当中，我得挑选啊。我觉得这个哈密瓜我是最想吃的，我能不能先来一块？我给你先给你杀一块，现杀一块。对，哦，新疆的叫切瓜，不叫切瓜，叫杀瓜，叫杀瓜。你听着是不是有点害怕呀？对，感觉这个很凶残。对，他这个刀啊是斜角切的，对，斜角切的呢，这个造型不能给你，他为什么？你别着急啊，这个还需要我给你切一个口，要不然就洗脸了。我其实不怕洗脸，但是这样更方便是吧？对，来，我尝尝。真甜，嘿，这瓜甜。我们新疆的水果，每一个水果都有一首歌呢。这还有歌呢？这有啊，来。远方的客人快下马，请你尝块哈密瓜，这里的人们最好客，引你走进这绿色的家。哎呦，尝块哈密瓜。哎呦，我都没手鼓掌了。吐鲁番的葡萄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，啊，纳尔罕的心儿醉了，啊，纳尔罕的心儿醉了，心儿醉了。哎呦，这听得我都醉了啊！这么着，我来这囊，我就不信这囊还有歌吗？月亮一样的囊，囊一样的月亮，百十来个新疆囊，我扛着走四方。您在新疆住过很多年嘛，生活很多年。对，我觉得您来回家吃饭，您得不能光是囊这么简单的菜，对不对？你到新疆马路边闻到那个香味，哪飘过来的？不是这边那个烧烤摊什么的，对呀，是吧？是我的强项呀。对呀，我们每次演出什么的，王老师都会请我们吃烤羊肉串，那可是地地道道的新疆人的烤羊肉串的做法呀。哦，演出完，大家庆功到我家来吃些羊肉串，唱好了就给吃，唱不好都不给吃。呀，那我非常好奇，到底王老师的羊肉串有什么秘诀？这个学生们这个就是念念不忘啊，肯定是有高招。一定。那就让王老师换个衣服，对，把衣服先换一下，然后咱们开始准备羊肉串。
我们在这个王老师做饭之前哈，我们其实把刚才那个清源啊，还有这嘉欣啊，都请到旁边了啊。那一会儿咱们让这个二位准备点什么呀？嘉欣那边是做了一个哈萨克民族的一道主食，叫波尔萨克。哦，一会儿要操作一下。对对对对。哎，我看那清源这个是也准备了一份这羊肉哈，是提前您做好的。啊，对，提前我腌制的。哦。因为这个腌制还需要点时间。对。一会儿这个马清源帮着给穿一下哈。对。好嘞。那说到这个羊肉串，您平时都是怎么处理的呢？这是我从那个新疆带过来。这个羊肉，这是从新疆带来的。对，你看啊，这个肉的纹理，你看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切的时候呢，先把改刀切成这个条。嗯，你看这个纹路是这样的。嗯，所以我不能这么切。对，我必须这样顺着切。哦，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做这个羊肉串最好的方式。它呢，就是说要切成这个厚度，它到时候穿的时候能把签子包住。哎，这是那红柳枝是吧？这红柳枝啊。哦，对。我有问题想问王老师，为什么这个红柳的烤串和我们什么铁签子、竹签子它有不一样的地方？因为这个红柳啊，它这一烤完以后，它这个里面会有一个叫红柳汁，红柳会烤出来。这个汁呢，跟那个肉一块烧烤的时候，会有一种香味。红柳多生长在我国荒漠地区，具有耐寒耐旱的特性。在新疆，红柳烤肉的历史悠久，就像北京烤鸭一定要用果木，烤羊肉和红柳汁也是绝配。通过炉火的烧烤，会散发出一些特有的香味，而且环保。当地人就使用新鲜的红柳汁剥皮后穿大块羊肉烤制，不但可以分解羊肉的膻味，还会把红柳树特有的香味散发到肉心里，在这羊肉串上彰显出了无限魅力。王老师，我可这个听说哈，您是歌手当中最好的烤工啊，说烤工里最好的歌手就是王老师。因为我原来呢是一个电工，后来我就因为喜欢唱歌，又走向了这个艺术道路，因为已经工作了，这个不好意思跟家里要钱啊，又到北京来上学，钱没了就自己想办法自己挣呢，结果我就在这个我们中国音乐学院门口啊，看到了一个卖烤肉的新疆小伙子巴郎子，烤串的师傅叫巴郎子，巴郎子，巴郎子啊，我觉得就特别亲切，哎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给你帮帮忙，您是偷师去了，对，偷师完了跟他学，后来这两个卖烤肉的新疆巴郎子回新疆了，我就接上这烤肉摊，我就变成烤肉摊老板了，您就变成巴郎子，对，我就把老看作巴郎子，所以那时候就是学业的支撑啊，就全靠这卖烤肉，所以我还是特别的从内心啊，特别感谢，一到这样新疆啊，风味烧烤来支撑我自己的学习。那我问问嘉欣清源啊，你们是因为经常吃王老师的烤串吗？王老师烤串到底是真的好吃，还是说因为你们是学生，就彭老师那么说？那不是啊，王老师的烤肉啊，能让我想起来家的味道。哎呦，真的？真的呀。那我问一个具体数字哈，你们俩就是吃这个王老师烤串，一般一个人能吃多少串？十几串儿，十几串儿啊，那你饭量是可以的啊啊啊！那估计都差不多是吧？但是呢，你看我们这穿的一串其实挺实在的。我瞧瞧，瞧瞧，好的。这就很是王老师的风格，就是大串的肉。这一串能穿这么大呀？红柳肉串就是要大块儿哦。新疆这个烤肉一般都是木炭烤，它的火力非常强。是，在通过腌制以后呢，更容易熟。我发现个小秘密，刚王老师摸着烤串的时候自己咽口水了，这说明这个王老师确实是很喜欢自己的这手艺哈。王老师，您还把这个工作交给您二位学生，您还没教我们怎么腌制呢啊，这个很关键哈。我们先把这个洋葱拌进去，花椒水咱们可以搞一点，就点黄。哦，要蛋黄啊？对，增加肉的嫩度。再放一点点盐，再放一点点孜然粉，最后还需要一点点清油。福临门营养家的葵花仁油啊，静置一会儿就可以串肉了。这个穿有没有什么一些讲究？当然了，一边穿一边跟我说。对，先选一块瘦肉，然后把它包住，从这个角上顺着肉丝儿给它带住。哦，然后穿完以后呢，它这不是有汁儿吗？啊，给它往一块抓一抓。我们下一步是不是要进行烤制这一步？对，咱拿什么烤啊？嗯，这是您带来的吗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我知道了，这是不是您带来的古筝？古筝。
我说我带古筝啊，因为我知道您一边烤串的时候一边得弹古筝啊，是吧？非常神秘的物件到底是什么，跟我们今天的烤串有关系吗？各位不要眨眼，来三二一看一看吧。看一看，看一看，我的命来了，这么大的炉子。对呀、啊、这连这个炉子是从新疆带过来的吗？对呀、啊、这是我专门从新疆的一个朋友那儿给运过来的。给寄来的。对，寄过来、来来来来，新疆羊肉串来了。还挺沉的哈。天哪，王老师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那个专门卖烤肉的，卖烤肉的一个燃气烤肉槽。这是您从哪儿弄来的？我的一个朋友，专门人家这个卖烤肉的这专卖店，我从那里给弄过来的专用设备。来的嘉宾没带过这么大的设备。带大件来的。烧好，好，然后我们就开始烤制。太好了。来了，王老师，新疆的羊肉串来了。现在有没有找着一种当年在北京练摊的感觉？真找到一点，是吧？对。您在烤串的时候，会不会比方说一边唱歌抒发一下自己的这种情绪？也会，我就唱一个新疆民歌吧。嗯，可爱的玫瑰花。好。可爱的一朵玫瑰花，塞里玛利亚。可爱的一朵玫瑰花。哟，这串还糊了，这串还糊了。一朵玫瑰花，好听，哇，好听，好听哈！这种自然的流露特别舒服，舒服吧？感觉我的这个音乐都穿到肉里去了，对对对，所以我的肉卖得好，因为它里面有音乐。是啊。五成熟的时候呢，我先放孜然。哦。放完孜然以后呢，两边进行拍打。一个是孜然粒子能粘上去，再一个呢，这个肥肉呢，它的烤出来的油啊，会把瘦肉给沁一下，非常香。烤差不多，翻一下，有六七成熟的时候，放一点盐，这个盐呢要这么撒。放点这个辣椒，一定要是先放盐，然后和孜然，最后再放辣椒，提味儿啊！对对，这样抖一抖，这个味道就上来了哈。好，来来来，新疆的羊肉串，新疆的羊娃子肉，羊串熟喽！好嘞，来吧，王老师哈！哇，我现在感觉已经等不到最后两道菜了哈，我现在就想尝一尝。那这样吧，那就赶紧尝一口，来，好不好？哇！那个对对对对，那边两人，对，有点忘我了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你们也尝一下，尝一尝哈，赶紧品尝一下，真的很香，而且这个汁水啊十足，你看上面还有这种汁水在流动，对，然后它这个香味，它这个红柳汁刚好跟那个肉汁，加我们配料，放到一块一烤，混合到一块，很香。主要还是这羊肉特别的嫩，我还特别理解为什么一次能吃十来串了，真的是好吃，你感觉这今天师傅发挥怎么样？非常好，我说外焦里嫩，真的是情不自禁的就说出来了，配料好像都是秘传的哈，只不过今天老师来到这里心情更加愉快了，这里头有音乐的感觉，哎呀更好吃了，你看吃的这个人不一样啊，体会的都不一样，这只是一个小满足，我们接下来还会给大家介绍这个其他二位会他们带会带别的美食啊。好的，严选鸡肉才能安心尝鲜，泰乐三鲜鸡精喊您回家吃饭，优质米面油认准福临门，本节目由中粮福临门冠名播出。我是主食担当，这个叫做巴尔萨克，这个东西还真是没有吃过哈。凉拌牛蒡，牛蒡，牛蒡，我就知道牛蒡骨。今天二位好像我听说，一个是主食担当，一个是凉菜担当，是不是？对。这个二位主食担当和凉菜担当谁先来呀？我是主食担当。那赶紧请上来吧。好的，欢迎嘉宾。来，主食上来了。
这个叫做包尔萨克，是新疆哈萨克族的美食。哦，包尔萨克，嗯，这个东西还真是没有吃过哈。对，这个好像看样子就是那个面做成的。对，汉族呢平时喜欢吃豆浆、油条，嗯，那么包尔萨克呢就相当于是我们汉族的油条的这样的一个角色。这个面都是怎么做的呀？就是普通的。这个和面的里头呢，我加了酥油，加了鸡蛋，还有牛奶。所以你看到这个颜色呢是黄色的，就是因为里头有酥油的缘故。哦、嗯，你闻一闻，其实也可以能闻到里头有一股奶香味。奶香味是是是，这个首先它是要起油锅，对不对？对。好、哦，这个油要多一点吧？嗯。我看炸的时候，哦，慢慢的往进放哈。因为这个油温啊很高，所以最好是贴着这个锅边儿哦顺下去。炸完以后它蓬松，哎，是那种起酥的效果。对，一面啊它蓬起来了之后，给它翻面。对，就可以翻。哦，是这样的。看到它这个炸成金黄色的时候，嗯，我想问问这个嘉欣眼里这个王老师，经常在去王老师家这个吃饭吗？对，是的，我们每一次演出结束之后呢，王老师都会叫我们去家里头吃饭。哦，嗯，那有一次我记忆的挺深的，就是有一次我参加演出，嗯，然后呢就是因为紧张，嗯，没发挥好，嗯，自己心里呢就特别的内疚，明白，就有点哎呀不好意思见王老师，嗯，结果呢王老师就说没有关系，然后就给我做了一顿大盘鸡，嗯，做了一份抓饭，嗯，然后当时在北京吃到这顿饭，我就想到了家的感觉，哦，想家了。然后没有想到王老师不但没有骂我，嗯，然后还鼓励我说人生当中难免会有不完美的时候，所以我就很深受感动。按照王老师这个理论呢，就是说没有什么坎儿是一顿饭过不去的，啊，哎，对，如果是实在不行就再来一顿。好，对，博尔萨克可以出锅了吧？对，可以了。来把它，先我摆个盘儿。好，香喷喷的博尔萨克以后呢，嗯，还要配上新疆非常好喝的一种东西，嗯，叫奶茶。这个很有民族特色的一个，专门新疆的哈萨克族盛奶茶的一个器皿。这个烧的是茶，嗯，这个是牛奶，哦，这个是奶水，哦，就放在一块儿，就是那个美味的奶茶了。对对对，这个是奶皮，专门做这个新疆奶茶用的一个最好吃的东西。嗯。这先调制的是牛奶，还要往里冲，还要放点盐。不是，这个怎么还用盐啊？因为新疆奶茶是咸的。哦，不是甜的。啊，不是甜的。哦。咱们一块品尝品尝。哇。首先这个奶香味十足，然后它这个咸口的让我第一次感受到这个奶茶还能咸着喝啊。对，这个很特别。这个要怎么吃？要蘸着吃？这个这么蘸着吃也挺好。哦，嗯，今天这个博尔萨克真的是让我对美食有新的认识啊。博尔萨克配着这个奶茶，奶茶也有奶茶歌，要来天山金泉水，采来草原红玫瑰，我们用热情烧烈火，煮出的奶茶令人醉。那我们除了这个这么有特色的博尔萨克，是不是庆元也准备了一个美食？对，我是凉菜担当。那就把凉菜担当也请下来吧，哈。好的。二位换个地方来，这个凉菜担当不是一般人都能。啊，对呀，啊，这个。在饭店里的话，这个凉菜是专门的一个行业啊。哎，这个我今天是特意为了搭配两位老师的那个美食，所以搭配了我今天的这个凉菜。对，你看我们有主食了，嗯，有肉了，对，这个凉菜也很关键，开胃的嘛。对，所以必须要这个凉菜打好前站关啊。对，咱们今天做这个凉菜叫什么呀？今天做的这个叫凉拌牛蒡。牛蒡。牛蒡。我就知道牛蒡骨啊。对，是那个，您可能觉得是一块牛肉，牛肉是吧，哈，对，它还真不是牛的部位，牛蒡它是一个植物，它是我们江苏丰县的一个特产，
它长得呢有点像山药、啊、这不就是山药吗？但是它的口感跟山药完全不同，山药是非常的爽滑的、啊、但这个呢它的纤维是非常的粗的。它也是土里长的？土里长的，是根系、啊、提前呢切丝儿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它用白醋浸泡了一下，防止它氧化。这个牛蒡要焯一下。那我现在水已经开了，水开了，我就直接下锅了。我们每次演出之后，我就是经常会做凉菜。哦、oh. ，嗯，其实说起我跟王老师的故事，应该我跟王老师的时间是最长的。我觉得王老师打的最生动的一个比喻呢，就是他拿那个烤肉，然后比喻我们的歌唱。怎么比喻呢？他说你们的声音啊，要像这个烤肉一样。一定要贯穿其中，肥瘦相间、哦、哎，我觉得就非常的形象，就是这个声音有感染力嘛。对，就是要把这个生活的智慧然后放在你声乐里面、嗯、哎呀真好、嗯、然后就把这串就吃掉了。牛蒡是不是水开就可以了？水开就可以了。可以了哈。嗯，调一点汁儿，糖、盐、胡椒、酱油、醋、小米辣。这是一个万能调料汁，只要有人拌凉菜的话哈，对，都可以用这个调料汁来加入到我们一些这个根茎类食材里面。这些食材已经是焯过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放在一个大碗里边把它拌一下。主菜牛蒡、嗯、还要加一些香菜。味道有了。嗯，好，这个凉菜呀也好了，感受今天王老师家的这个音乐会哈、啊、确实不一般。您不仅这个自己的手艺了得，而且这个高徒的手艺也非常厉害、啊、我想问问咱们这个在家里吃饭，咱们是就摆着桌吃？其实就是直接就在烤肉摊上，就是直接吃，就站在炉边吃。 对， 对，最过瘾。所以在这个时候最像新疆感觉，这个时候王老师才会时不时的透露一些，哎，唱歌就要像烤串一样、啊、对， 对，通透起来啊。对，那咱们那个把嘉欣也请上来、啊、然后咱们一块儿吧、啊、围着炉开始吃。严选鸡肉才能安心尝鲜，泰德乐三鲜鸡精喊您回家吃饭。优质米面油认准福临门，本节目由中粮福临门冠名播出。尝一尝这个凉菜的味道。对，很爽口啊，这凉菜是吧？这个料汁调得非常好。嗯，真不错。咱们现在呢，因为在那个王老师家嘛，对，王老师家里经常是这种，有点像围炉音乐会的感觉，嗯、是吧？我觉得孩子们就是一路走来，大家非常的不容易、嗯，艺术道路很艰辛，嗯，所以作为老师，真诚希望他们能把这个事业能走好，别忘了当时求学的那段艰辛的历程。哎呀，是吧？怎么感觉有点苦涩哈？啊，但是因为我们最后了嘛，对，我们想这个感受一下在王老师家一块吃着美食、啊、唱起咱们新疆特色歌曲的那种感觉。呀呀可惜呀，什么呀可惜呀，新疆的羊肉串呀可惜，呀可呀可惜，什么呀可惜，新鲜的牛蒡呀可惜，呀可呀可惜，什么呀可惜呀，新疆的奶茶呀可惜，呀可呀可惜，什么呀可惜呀，回家吃饭呀可惜。